谢谢你带来的表演。好的，请评委老师打分，请老师亮出打分板。请工作人员记录最终得分。请老师放下打分板，请老师点评。 你好，这位选手，从整体的这个曲子，因为你一上来就是从快板开始，其实这个是很有挑战的啊，因为这首曲子呢，确实快板也不是很容易拉，而且你完成的非常的流畅，也很连贯，啊，一看就是很用心的在准备。 我觉得你的这个准备的是非常的充分的，啊，然后你的这个快板的颗粒性啊、音头什么的都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再尝试拉一些慢一点的东西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全方位的你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这位选手，你的最终得分是9.37分，恭喜你。好的，谢谢。 好，辛苦了，感谢你的参与，可以稍事休息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好的。